医生，他都昏迷一晚了，为什么还没醒？放心吧，检查结果显示啊，身体没有任何问题，他就是神经高度紧张性引起的昏厥，再加上这段时间有点疲惫，多睡一会儿也是正常的。好，谢谢医生。 去把慧心找来，到海大医院，要快。嗯，知道了。一大早上找什么慧心？我哪知道在哪？ 说起这个，你好像还欠我顿饭吧？要不然，你现在请我。好啊，我现在请你，走吧。走就走，不宰你一顿，誓不为人。走。这个，这个。 还有这个，这个，这四个。不是要宰我吗？就点这么几个。我刚说的那四个都不要，其他的各来一份。对了，再来一瓶清酒，要最大份的。好的，听老板。是我先下手。您不知道女士优先的吗？现在男人也属于弱势群体。行。既然这样，只拿我寻出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了。行。喝赢的吃最后一瓶。<笑>您是不是不知道啊？我人称故事酒仙。你好。 您还故事酒仙呢？那我就是花店酒神，看来今天就赌上两家公司的荣誉了。既然这样，来吧，来换大的，来。
马上。干杯。你怎么带我来这啊？我怎么知道？难道不是你带我来的？我跟你说啊，我还没遇着过能喝过我的呢啊！从今天以后，咱们就是兄弟啊，兄弟。什么兄弟？是姐们儿，好姐们儿。好姐们儿。行，姐们儿就姐们儿。好姐们儿，你家在哪儿？我送你回去睡觉去。队长。你看。去哪睡？啊？怎么你不敢啊？谁不敢呀？走。走就走。走。你不行，你喝不过我，我跟你说，你喝不过我，哎呀，姐们，你喝不过我，你这喝，是你，是你要来酒店睡的。行，既然这样，那我们就把昨晚的事情都彻底忘掉。我还要开店，我先走了。哎，你等等，干嘛？你现在还不能回去？为什么？我都没让你负责，难道你还想让我为你负责？老大让我们去医院。啊？去医院？不至于吧？放心，不是咱俩的事儿。行了，快走吧，他很着急啊。哎！雨轩，这是怎么了？慧心，我有话想问你。少杰，你看着他。顾总，你有什么想问我的，你就问吧。他最近过得很不好吗？你说呢？雨轩是因为谁伤心难过，吃不好也睡不好，这不都是拜顾总你所赐吗？对不起。别，这句对不起呀，您还是留给雨轩吧。不过顾总，我家雨轩到底是怎么了？他昨晚上还好好的呢。他就是跳着舞，忽然晕倒了。医生检查说，他是因为神经高度紧张产生的晕厥，并且有些劳累过度。什么？跳舞？你拉雨轩跳舞了？你知不知道他不能跳舞的？什么意思？雨轩搭队跳舞这件事有 PTSD。雨轩的妈妈曾经是一名很好的舞者，却在舞台上发生了事故，最后抢救无效去世了。那个时候雨轩还很小，本来还跟他妈妈学跳舞的他，从此就再也没法跳舞了。你可真行啊你！对不起，顾总，我有点不舒服，先回去了。我怎么早没有想到？再喝点吧。喝点好的快。
是你。你是谁啊？怎么在这儿？迅迅，昨天他表白那个人是你。你怎么知道？昨天我实习的杂志社办周年庆，我在酒店亲眼看到的。好，怪不得你天天在家丧着个脸，原来是被别的男人欺负了。别说了。放心，他是谁？没事，有我在。这位先生，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强扭的瓜不甜。既然我们家雨璇已经不回应你了，那么作为男人的就应该懂得适可而止。你们家雨璇？对啊，我跟他的关系可非同一般，我是绝对不会允许别的男人欺负他。哎呀，好了，姚远，你别嘚瑟了。他就是顾氏集团的顾彦成，顾总。什么？他就是那个千年雕刻世家的出身的顾总？是的。哎，顾总你好，我是那个 TV 杂志社的摄影师姚远，我是雨轩的弟弟。那个有机会能跟您一起合照吗？给您拍照。弟弟？如假包换的亲弟弟。是，他是跟我妈他们家姓的。哎，对对。哦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拍摄的事随时都可以约。顾总，加个微信。你加这个号码就行。你怎么样？头还晕吗？好多了。对不起。该说对不起的事。这是怎么了啊？没事没事。哎呦，吓死你吧！怎么就摔倒了啊？嗯。啊？你怎么在这儿，小子？爸，那个说来话长，你就长话短说。哎，爸，啊，你怎么来的？白冰送我来的呀，要不是他，你肯定还瞒着我吧？啊，你说你大姑娘家家的，怎么就不会照顾自己呢？工作累的吧？没有，没有什么呀，肯定是，是不狗屁工作啊？把我闺女累成这样啊？咱不干了，咱们辞了，不干了啊？爸能养活你。既然叔叔都来了，你们这两位大老板就赶紧去忙吧。这里啊，有我们就行。我们就不要打扰雨轩休息了。院的一切我都安排好了，需要什么随时说就好。白冰啊，谢谢啊，辛苦啊。我这老大，时序不对，咱们还是先走吧。那麻烦帮我照顾好他。哎，好嘞，顾总，有我在，您放心啊。嗯。哎，对了，顾总，那个拍照别忘了啊！你们俩什么关系啊？你怎么惹进来？哎，爸，那个工作工作。大夫怎么说啊？挺好的，没什么事儿了。放心吧。愿得一人心，白首不相离。顾总，我姐非要出院，所以我们直接回她家了。我怕您去医院扑个空，跟您说一声哈。都辛苦了啊！来来来，吃点水果。嗯，吃啊。嗯。不难受了吗？要不行的话，再去医院做个复查。爸，我真的没事了。你看看我，长得很。要不今天晚上就在这儿吃饭。叔叔，我亲自下厨，我学了几个新菜，我露露手艺啊，大家补一补啊。不用了。别客气啊，客气什么呀？
爸，你看我强壮的很，我不需要补了。那是的，叔叔，我最近在减肥，我不吃晚饭的。你还减肥啊？再减肥也得吃晚饭。哎，坐坐坐啊，我去坐，坐坐坐。萱萱，爸不是来了吗？家里肯定不够住，我就收拾收拾东西回公司住了啊。你们好好吃。嘿，哦，祖宗保佑，祖宗保佑，保佑叔叔这次做的新菜不会那么难吃。我可不想再进医院。要不我还是去盯着点吧，我也不想再住院。嗯。你出院了吗？身体好些了吗？有没有好好吃饭？好多了。顾总日理万机，不必牵挂。毕竟荀雨萱小姐已经不是顾氏的员工了。对不起，荀雨萱小姐确实不是顾氏的员工了。切，一点抱歉的感觉都没有吗？但是，她现在是顾总要追求的女人，麻烦你转告一下，她还欠顾总一个回答。荀雨萱小姐表示，她还得再考虑一下。顾总，晚安。瞎折腾什么呀？还没好利索呢啊！我健身呢。健身？你别骗我了啊！卫星都跟我说了，说你晕倒就是跳舞跳。哎呀，慧心这个大嘴巴，我都跟他说了别告诉您了。爸，其实呢，这次是个意外，我一直以为我好了，但没想到还是面对不了。不过您放心，我已经约了医生了，我明天就去看医生。我跟你说啊。这事你可不能有什么心理阴影，爸爸不想，我想妈妈也不想，我们俩就希望你是好好的，开开心心的啊。好，我知道了，老爸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好起来的。早点睡啊。嗯。这么说，你又可以重新雕刻了。嗯，而且关于那个古代女人的梦，也越来越少了。林医生，我明白了，为什么我会一直梦到她。为什么？也许，她就是在提醒我，不要错过那个我命中注定的女孩。燕城，我就有事儿，及时沟通。雨轩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们俩认识啊？林医生，这就是我跟你说过的那个女孩。谢谢。雨轩，你可好几年都没来了，现在怎么样？林阿姨，其实我这次来就是因为之前跳舞的时候又晕倒了。其实咱们之前的治疗效果挺不错的，但没想到真的面对起来的时候，还是有点接受不了。雨轩，人面对恐惧的东西，你越害怕就越恐惧。而且我之前说过，你真正恐惧的并不是舞蹈，而是你的回忆。没事儿，我们从头开始，慢慢来，总有一天你可以克服的。谢谢林阿姨。对了，林阿姨，顾彦成也在您这儿治疗啊？哦，是啊，他的病情呢也很特殊，不过最近已经有所好转了。哦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雨轩，看起来你很关心他，是不是？没有啊，林阿姨，你说什么呢？我怎么会关心他呢？好，孙阿姨没说。好久不见了，你今天啊就跟我回家吃螃蟹吧，可以吗？可以啊，谢谢林阿姨，走吧。
走吧，雨轩。啊，我听说现在正是吃螃蟹的季节。哎，燕城，你怎么还没走？等你啊。既然大家都认识，那就不是外人了。燕城，雨轩要跟我回家吃螃蟹，你要不要一起啊？荣幸之极。走，雨轩。顾彦成怎么会跟姑姑在一起？他是来做心理治疗的。林小姐，你来了。林医生他刚走，你没看见他吗？没有啊。啊，没事儿，我就顺路过来给他送点东西。你先忙吧，我进去放下东西就走。啊，好的。雨轩、燕城，你们坐，我去做饭啊。哎，林阿姨，有我们两个人在，怎么能让您去做饭呢？其实顾总做饭也很好吃的，不让他来给您露一手吧？这怎么好意思呢？没事，林医生，就让我来吧。不过我要先去买菜。买菜？你跟我一起去。好了，顾总，你就好好忙吧，我呢就出去陪林阿姨聊聊天。你不考虑给我帮忙吗？那是生病之前，我大病初愈，恐怕不能下厨了，我会累到的。顾总，你呢就在这儿好好查查菜谱，自学吧。反正你那么聪明，肯定没问题的。知道。不知道燕城怎么样了，我去看看去啊。没事的，林阿姨，你就别担心他了。雨轩，我担心的是厨房。嗯，这个菜炒的真的挺不错的。嗯，那当然，没有我做不好的事。那我们来尝尝顾总做的鱼吧。顾总，你这做的是生鱼片吗？怎么会？你这鱼是怎么做的呀？加水2000毫升，放鱼，将锅放至炉上，放配菜20分钟，然后……你不会真的在炉子上放了20分钟，忘了开火吧？啊，我忘了开火了。不，这菜谱写的太不严谨了。嗯，那我再来看看顾总做的螃蟹吧。顾总，你这给我们做的是醉蟹呀？我再去加工一下。我们先吃菜。但是这个真的炒的挺不错，你尝尝。嗯。谢谢你送我回来。没关系，你不用跟我这么客气的。还在生我的气吗？不知道。其实我想了很多，有很多话我想对你说。
你还有事情瞒着我吗？我当然没有瞒你，只是对于你，我不想再有所保留。我要把我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你，你想听吗？燕城，雨轩，杜叔叔，你休假回来了？那个，回来了。燕城总得有人照顾不是？对不起啊，燕城，我正在打扫卫生，没想到你们突然回来了，我怕打扰你们，没想到还是打扰到了。你们继续，继续。我也先回去了。等等，这里不好打车，你先开回去，要不然我会担心的。好，那我明天把车还到公司。雨轩，我知道你只把我当朋友，可我不是。这只簪子并不贵重，只代表我的心意。因为从我买它那刻起，就只想送给你。雨轩，你不要这么急的拒绝我。能和你说这些话，我等待了很久，我不要你马上就给我回复，我希望你可以慢慢的考虑，好吗？我可以等的。白冰，明天有时间吗？我们见个面吧。顾总，邢小姐把这个交给我，让我转交给您。她说已经把车放在了车库。她在哪儿？刚走。字儿还没给我签呢。白冰，自从我认识你以来，我就觉得你是一个特别善良的人。明明我们素不相识，可你却还一直那么帮助我跟慧心的花店。后来呢，我去了故事，你也一直在帮我。我真的很感激能有一个像你这样的朋友。未来，我们也只能是朋友。希望你明白。雨轩，这是你考虑过后的答案吗？既然你做了决定，那我尊重你的选择。那我们还是朋友，对吗？嗯，永远的朋友。
永远的朋友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有事找你，跟我走。我家乡有个习俗，男子一定要亲手为心爱的女子戴上发簪，这代表男子认定女子为一生挚爱，如此两个人便可以白头到老，永不分离。公子，你可愿为我插上这发簪？我愿意。生当复来归，死当长相思。如溪，你在这儿等我，继续就会。若曦，生当复来归，死当长相思。若曦，生当复来归，死当长相思。既然这是你的选择，那我看着你幸福就好。很多人都知道，顾家先祖得道仙女图，最终成为一代雕刻大师。可是却没人知道，先祖顾旭在去世前曾留下遗言，写入祖训，让顾氏的后代找到这画中女子，并且守护她。可我一直不相信这画中女子的事情，觉得是天方夜谭。可是后来，我遇到了车祸。我的手因此受了伤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每天都会做梦，梦到一个和画中女子一模一样的女人。所有的梦都很真实，仿佛亲身经历过一样。后来，我的手恢复了技能，可是却始终不能雕刻。所以我去做了心理治疗，我想知道那些梦到底代表什么意思，和我不能雕刻之间又有什么关系。然后呢？我和林医生尝试了很多治疗方法，都没能成功，所以这个梦做了五年，我也五年没能雕刻。我一直想搞清楚这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？知道。我遇见了你。我。是因为我跟他长得一样吗？不完全是。你还记得
我们相遇的时候吗？每次你有危险，我都能感应到，并且不由自主地去救你。而后来你跟我去雕刻馆，我才发现，我好像又可以拿几颗刀了。雨轩，我也是后知后觉才发现，我是因为喜欢你，想见你，才想让你留在我身边的。不是因为雕刻，也不是因为祖训。你为了让我不放弃雕刻，为我做了这么多，我非常感谢你。我想让你留在我身边，是因为我喜欢你，我想守护你，不是因为雕刻，也不是因为祖训。我这个可是自己亲手雕刻的。